进了，这个时候还在拼，踢了一脚吧，巴德施图伯。巴德施图伯有点恼火，刚才确实是被踢了一脚。这时候，杜德曼范奇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，最终呢，拜仁慕尼黑队在公园体育场6-0击败了北京国安队，结束了这场2012英利杯中德足球友谊赛的比赛。好了，这样全场比赛结束。